福建青。对呀、啊，去哪儿啊？到底去哪儿啊？我知道去哪儿。我刚看了公告，附近广场今晚会有喷泉投影表演，要不我们去看喷泉吧？可以，喷泉也好，可以，那走吧，走啊，走走走，哎，这个喷泉表演可是免费的，我今天又给你省了一大笔钱。你为什么帮我省钱啊？难道你想做星云的管家婆？不是我，不用解释。这是怎么了？因为还在闪烁，为了你的许诺，恋恋不舍，所以想念更苦涩。慢慢熟悉的磨合，盼爱梦里缓和。好看。对你深深福建青，哪怕是独身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只想这一回别再错过，明天回忆再说。去过我们家附近那个广场，明天下午7点，在那里等我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